大家好，哎呀，星期三了，哎，星期三哦，对，已经星期三，是吧？是吧？是吧？星期三，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几天的月亮特别漂亮，好近、好大、好圆？哦，真的耶！为啥会这样呢？是关这样子的，刚才他一个人在这里录音，然后后来我们都忘记了，然后我进来之后，我们就很自然的讲，这是一个不良示范，室内还是要戴口罩的，各位。OK， 行，我们继续聊天。嗯，记得帮我们把今天的视频晒出去哦。没有，我要说这个月亮是因为今天呢，就是看到了这个报道，就解答了我的一个疑惑。因为呢，我就看到很多人po说，哎，这个超级月亮的名字叫做草莓超级月亮，就是 Strawberry Super Moon。我想说，哎。为什么它叫草莓的？是不是因为它红红这样子嘞？是不是粉红色啊？还是它形状像草莓、哦？结果呢？今天的下午两点的时候就报道了这则新闻，它就解答了疑惑。其实是因为呢，所有六月份发生的超级月亮都叫做这个草莓超级月亮，因为这个是北美洲的一个北美那边的草莓季，每当六月的时候呢，当地都是盛产草莓的，所以呢，有关当局就干脆把这个超级月亮的名字叫为草莓。嗯，我还期待了一下，然后我们就想说，如果呢这个东西是马来西亚当局去命名的话，啊、会叫做榴莲超级月亮。我就觉得，哎呀，那个就是很区域性的嘛，北美那边好像不是很关我们的事。或下次我们发现到一些天气的那种的，就是气象、天文气象的东西的话，要命名可能可以有 Musang King 啊、Durian、山竹、啊，很本地的六七月应该差不多可以吃榴莲了。OK 耶。哦，对呀、啊，如果还是说六月的话，就是以当季的这个水果来命名的话，真的可以耶。来看一下科普朋友就在这边有打招呼啦。对，我们是今天呢会稍微迟一点点开始新闻线的，所以现在就是聊天时间，你们可以把这视频晒出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聊天时间比较长嘛，有的时候我有看到朋友在那边一直留言，但就没有办法跟你有回应啊。但今天的话就可以趁机有想要说什么、要聊什么都可以讲一下。不知道最近的几个就是比较大会比较有趣的课题，大家都留意哪一个呢？最近还蛮多的耶。对，讨论度很高的就是，然后电影院被罚款嘛，对呀、啊，而且是一系列有相关的。还有人说我们体育场变成稻田呢、啊，哎，这一种就是体育场的事情啊。或者是有些好消息的，你比较关注的是娱乐圈那边 BTS 的事情，嗯，有没有？我们这边有没有 BTS 的粉丝？为什么有一些我看不懂的语言？不知道，不知道啊。大家都留华语吧，我看得懂华语，英文也行哦。我在想说，是不是就是直接去那个 Google Translate 的，也有可能。然后他就说：“你们都不会俄语吗？这样，哇、wow ，我去 Google Translate 一下，来一个什么乌克兰语，这样子，你们都不会乌克兰语吗？”我会韩语哦，我们来说韩语吧。BTS 是谁？我们应该还有，我觉得 BTS 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娱乐了，对，追韩流才会懂得一组人了，他已经变成了会纳入国际版面的一组人，他们也是时代杂志的这个封面人物、欸、反正是一个，所以我觉得已经是个常识了。来，我们还有30，大概还有30秒吧，好吧、大家就开始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调整一下心情。这为什么等一下会血压飙高吗？这有时候我在想说，你们在听新闻线的时候，可能东西很多，有时会不会听到就了忘记呼吸？哎，我觉得确实，我们待会的马上跟大家说的这个价钱哦，可能会让一些朋友就哇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也是有那种哇哦，虽然没有在用它啦，但它的这个价格。应该是我知道的，我自己经历过的，对，对，没有最高，没有更高的。好了，我们来了。乐团。九八八新闻线。
晚上7:31，你好，我是湘君。你好，我是Cindy新蕊。星期三啦，星期三一开始就是要跟你讲油价，而这个油价哇，乱九七说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啊，一直往上飙啊。这乱九七的这个汽油继续上涨，直逼五令吉。明天开始的一个星期里面呢、啊，这个燃油顶价乱九七是上涨了11仙，报4令吉83仙。那乱九五的这个油价呢，就是维持在2令吉5仙，柴油呢则是2令吉15仙。真的是有点可怕了哈！新闻主线。肝胆鸡还有乌鸡可以出口了，那全鸡、肉鸡还有鸡块依然是禁止的。GSC 被罚款就掀起举报的效应，网民促请有关当局呢去彻查一些园区的餐厅。大马全球竞争力下滑，跌7位，排名第32。9月开始呢，有新产假会延长到98天，而丈夫呢是可以放陪产假的。看到这个改善员工福利的2022年雇佣修订法令呢，会在9月1号正式生效。国会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通过修正内容，里面包括了产妇有薪产假会增加到98天，而男性呢是可以享有7天的有薪陪产假，无论是这个配偶的人数有多少都可以，但是陪产假的限制是5次的分娩。那另外呢，在这个修正法令里面也是有去禁止雇主去解雇怀孕或是因为怀孕而生病的女员工等等，就是一系列改善大家福利的这一个措施了。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他接受当今大马的访问时就说，人资部现在很努力在确保法令里面的这个措辞是很谨慎的，以免出现混淆或是误导。那这项法令其实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修改，就是限制员工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限。那一旦正式落实呢，大马员工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限将从48个小时减少到45个小时，相信这可以让我国脱离大马是全球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这样子的一个负面印象。之前也跟大家对比过了，对，就是东南亚好几个国家都入榜啊，我国是其中一个，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们已经是超时在工作。那说到现在呢，其实很多领域都在尝试要改善员工的福利，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工找人的时代，很多领域都是十分缺人的。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过嘛，包括说哎，有很多的大家可以去有谈判的空间了，因为大家都在缺人。而看到这个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 MEF 的这个主席赛胡先就促请当局应该要迅速的采取行动来解决各行业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因为它是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包括说涨价。对啦，那他发文告指出呢，这个大马雇主联合会之前也曾经多次提出一些短期的措施，善用联合国难民署承认的难民，简化重新校准这个非法移民以及其他可以用劳动力的程序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所提出的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当局的回应，而对于政府行动延误呢，当局就说企业损失啊是高达数10亿令吉的。赛胡先他也强调，雇联非常担心，因为这个员工尤其是外劳短缺，就会导致整个经商环境面对困难。所以这个困难就是包括说，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业者之间就开始这个恶性的在挖角，互相的挖。那你以为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在特定领域而已吗？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领域你意想不到的也会出现挖角的情况哦。对，可能人不够了，就有一点感觉没有鱼虾也好的。雪州发生有一家香蕉叶饭的这个餐厅，也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妈妈档了哈。这妈妈档的老板他最近就是深受其害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外劳一再被他的顾客挖角，一口气在店内张贴了5张通告。这通告上面就写着，亲爱的顾客，我们的员工只是接受这个训练呢，涉及端菜和端饮料而已，请不要挖角，我们正在面临员工短缺的问题，如有不便敬请原谅，这样子。这应该是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找到这些员工，结果又被人家挖走，而且可能就是他觉得啊，涉及到底这些人去哪里，可能他们只是会端菜而已，不要再挖他了。这个老板就告诉马来邮报呢，就说到自从政府因为关闭疫情关闭国界之后，他就面对人手短缺的问题。他有说到有一些顾客呢是直接趁着用餐的时间就接触他的这个外劳啊，尝试挖角。单今年初啊，这家餐厅就失去了2名员工。不过还有讲啊，这个张贴了5张通告之后，这个效果还是挺显著的，员工被尝试
挖角的情况减少了一半，但是每个星期还是有4到5次，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大概10次左右吧。 OK， 刚刚说的这个是因为官兵疫情可能带来的一些后果嘛，其实呢2年的官兵疫情哈、啊、也导致我国的竞争力排名下滑了。看到2022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全球竞争力排行榜出炉，我国的排名呢从去年的第25位滑落了7位，今年我们去到了32。那竞争力滑落的其实也不只是我国马来西亚啦，根据这个 IMD 的文告，泰国排在第33，印尼排在第44，他们的排名也都下跌，主要是因为呢这些国家跟欧盟啊以及美国相比呢，官兵疫情之后的经济重开速度比较慢。而在亚洲地区呢，中国也从第16降到第17，显示清零政策导致这个经济复苏呢是缺乏力度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呢排名是从第5位上升到了第3位，前五去到前3啊，真的，在亚太地区更是排名最高。而在我们亚太地区排第2跟第3的分别就是香港排在第5，在全球排名第5，以及在台湾的方面呢，他们在亚太排名第3，全球排名第7。说到我国在后疫情时期这个竞争力下滑，但是这个时期的房产价格却只是上升没有下跌，一个只涨不跌的情况。房产估价及服务局最新公布的这个报告，就是房地产市场报告显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房产价啊达到43万3430令，其实是平均值，比起2009年的平均房产价值，当时候是20万4470令吉，直接上涨了超过1倍。房地产顾问伊扎瓦哈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告诉马来西亚前锋报，最新的这个房产价格指数表明，除了乡村地区已经是几乎找不到价格少过20万令吉的普通房屋了，相对地点比较好一点点，而且是具备各种设施的房屋，最便宜哈也要去到28万到30万令吉之间。他就说现在大多数人呢是想要买房，所以这个房屋建筑的竞争力就是非常激烈的，那高需求也让整个房产的价格飞涨，但是同时也面对房价高涨啊，很多人他们是不愿意再买房了，就选择跟家人一起去租房。另外看到大马穆斯林房地产顾问协会他们就预测，如果我国的房价在2025年之前呢持续以每年10%的速度在上涨的话，接下来呢20万令吉以下的房地产的这个房屋价格就是几乎是找不到，会消失了，就可能连一些偏远的地区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 了。那说到涨价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物品都在涨价，市场现在一片涨嘛，现在看到了这个吊乘车服务的租金也是涨了哈，7月开始呢会提高15%到20%。马来西亚吊乘车同业工会等3个工会呢就发布了联合文告说，自官兵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的生产线都受到影响，现在国际油价又大幅度飙升啦，运输成本又上升了，其实导致吊乘车他们的零部件啊还有供应链等等的这些价格也是上升了，那业者就没有其他选择啦，只有呢在下个月起就涨价克服成本上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的，而我国的这个股市啊，就是还有这个股汇市的表现其实也不理想。看到前首相纳吉也表就讲到说，这个大马股市从第14届全国大选到现在已经沦为全球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他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是感到很担忧和不安的。纳吉他是有认为导致交易所表现不好的是有4大因素，我们来看一下纳吉的这个4大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认为国内政局依然不明朗，第二个呢就是2022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繁荣税和取消海外收入免税等等的政策就削弱投资者的信心，那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油价越来越高，但是我们的令吉呢暴跌，可能就会令到外国投资者不想来马来西亚投资。那第四个因素就是日益严重的劳工短缺问题，那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妈妈档都要贴5个通告来杜绝这个抢外劳的情况啊。那说到其实股市方面，马股今天的表现也是不好哈，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今天回吐了昨天的涨幅，狂跌22.23点，收报1459.05点，而我国的汇率呢更是一言难尽啊，
看到彭博智库的分析员指出，宏观前景继续利好新加坡，而不是马来西亚，所以预料呢 ，Why 新元兑现令吉汇率的水平，在中期内啊是有可能再次的试探3.2057的历史新高。那新元兑令吉汇率呢，其实上个月25号触及了新高水平，是3.2057，但随后就开始回调了，目前汇率是3.177。现在 vote 怎样的？就是我看我弟，就是还有做一些投资之类的嘛。那个对美元也是一言难尽啊，真的是惨不忍睹啊。长期需要跟就是美元啊，或者是新元啊，就有交易的朋友，可能就会扎心啊。但是这个情况呢，你用电子钱包的话也是一样的哈，因为汇率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要问大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电子钱包的呢？这转到有点阴，但没有关系。今天这是我们的问题，很好，我觉得不错，就是、这样子。OK， 好啦，问大家，如果你是疫情之前就开始在用电子钱包，可以点 Wow。如果你是疫情间，因为就是要减少这个货币的使用嘛，所以就纸钞的使用，所以就开始用了电子钱包，可以点 love。 如果你到现在经历过一波疫情都没有再用电子钱包，可以点哈哈。三个选项欢迎你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这个是我们今天现在 vote 的投选，可以在底下投 emoji，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那在下段回来呢，就要跟你跟进。哇，今天我觉得很多社交媒体都一直在讨论关于这家电影院 GSC 它因为被罚款之后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对，还有到底是怎样酸还有暴力的呢，待会来跟你说。在相遇的当时的让我来看看。哎呀，文青说对泰铢对日元还可以，所以是最佳海外旅游选择。那天不是跟小潘去吃饭，我们就去你家聚餐嘛。然后他就说日元，他就很爱去日本啊。对啊，日元现在很夸张的超级值得，他就说不管可以不可以过去日本都先买一买吧。那我就很无知的问啊，但是日元走低还是我们走强？然后全部人看着我，没了，怎么可能我们走强了？我就抱着一线希望。对，文青说 ，RON 97一个 liter 啊，现在已经是一块罗蒂萨丁的价钱了。哇，这样子的，突然间好有画面感、哦。真的，文青，你是不是在填这个 RON 97的呀？天哪，这真的是什么都起价，什么都起价。我有。薪水，大家都说什么都涨，我有薪水。刚才我就是看到了这个穆迪的调查一个报告，就讲说在全部东西都一直涨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薪水因为这个生活压力成本高了嘛，相对来讲薪水如果你没有怎么你没有高过这一个这样子的幅度的，就是代表说你的薪水在减少了，你的这个薪水已经缩小。原本你是2000令吉，你以前2000令吉可以买这么多东西，可以养活这些就是家人可能好几个，但现在你同样2000令吉你没有跌价，但也等于是跌价了、啊、因为这2000令吉已经是没有那么大了，买不到那么多东西了，养不到那么多人了。哇哦，电子钱包，我自己的情况呢是应该真的是疫情期间了，之前比较少，但后来在疫情之后就真的好多好多。那我的先生还是出去哦，他只用电子钱包。就如果这一家，尤其是餐厅的话，就这一家如果没有电子钱包，就去隔壁那一家。就是如果你没有，他就不消费。他连卡也没带，完全没有现金。他是一个处于一个这样子的情况。我在，但是有，我要说什么？我在疫情期间是一度哦，真的是完全不带现金出门，只有卡跟是手机。但是我去了那个茶室，就要买一包面。我就发现我无法付款，因为只收现金，所以那时候就引发一阵尴尬。还好同事跟我一起去，所以从此以后我都会备一点，至少有一点现金在身上。槟城我记得在靠近那个 Kapasin Drive 那边的有个蛮大型在海边的那个小贩中心、哇，每一个档口啊都可以直接就是滴滴付款。我们现在滴滴哦，对，确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档口都已经有在 QR Code 在那边了。有人问我们名字怎么念，应该是新朋友哈，然后就是刚才写俄文的哦，可能对，哎，就是还没有我们来不及，等下应该听到了，因为我们会自我介绍。
九八八新闻线。九八八新闻线，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你好，我是湘君。你好，我是 Cindy 新蕊。这个新闻今天非常 hot 啊！这个马六甲英雄广场的 GSC 电影院因为抵触反暴力法而遭到法庭开出这个罚单45000令吉。昨天这位消息一出呢，就是引起热烈讨论。那这个讨论由于是太激烈，这个国内贸销部今天还特别贴文解释说啊 ，GSC 被处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又引发另外一轮的讨论。哎，是直接特制出一张图哦，那我们来看贸销部的贴文内容啊。当局说呢 ，GSC 是因为赚取了不合理的盈利，违反2011年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第14跨湖一条文，所以就被罚了。那结果贸销部这个贴文一出之后呢，又涌入一堆的网民留言，一个小时内就有300多个留言。哇、那他们就纷纷举例，其实不只是电影院而已，还有很多的商店啊、餐馆啊、园区啊等等，都是用不合理的价格在出售这个矿泉水、还有零食啊等等的食物，特别是一些高级场所，尤其是就有人说是稍微有装修的地方。那有网民就说，你不相信我是不是，我直接拍下证据，有图有证据。对，他直接拍下的收据，然后上载到留言区，就跟贸销部那边提供证据，也要求官员去一视同仁到这些地方给去查看，并且要对他们开罚。其实看到有一些粉丝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罚款的这个情况呢，好像有一点就是打抱不平的。所以为了解答大家的疑惑，马六甲贸销局今天有出来说明当局是怎么去计算业者所取得的赚幅到底是合理还是谋取暴利。加州的贸销局局长诺丽娜他就说，他们呢采用的这个计算机制是包含你要考量过去4年的成本还有销售价格。举个例子，商家去年如果你卖一瓶矿泉水是5令吉，你的成本是4令吉，你的赚幅就是1令吉嘛。但今年的时候，这个矿泉水的成本本来从去年的4令吉去到4.50块了，4令吉50仙，但商家就以6令吉来出售，赚幅变成1令吉50仙，所以本来赚幅1令吉去到1令吉50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商家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今年你的赚幅会比去年多出50仙呢？那这个他就讲到说，商家是可以提出合理的理由，包括说你的租金调涨，增加了这个聘请员工的数量等等。但如果商家你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有关的赚幅是合理的，就会受到法律对付了。诺丽娜她还说到，在 GSC 的这个案件当中，电影院的代表律师他们就一直在讲说这个盈利不高，但是就没有办法向法院出示一个合理的证据去证明他的赚幅是合理，所以最后才会被判罚款45000令吉。所以希望这个解释有解答到大家心中的疑惑啦。不过在留言区其实有看到一些朋友说呢，好像啊经历过一场疫情之后，什么东西的价格都不一样了，而带来的改变其实也不只说这个价格不一样，我们的消费模式也有一些改变了哈。看到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2年这期间，电子钱包的用户啊增长了 60%， 特别是去年呢，电子钱包的交易额是达到20亿令吉，证明什么？证明了新冠疫情加速了电子钱包的发展。 BoostLife 首席执行员翁姑诺利扎他就有提到，电子钱包用户，如果你是一直都在使用电子钱包的这些 user 呢，你 95% 的交易都是使用电子钱包。这个比起以往啊，可能你有这个电子钱包，可是你只会占你平时的交易的 10%， 相比呢这个数据啊是增长了17倍，所以它的使用量呢比起之前是多了非常多。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我都有这些电子钱包，但是很少使用，或者是会有一些什么比较优惠的时候才会使用，是就是可以就是直接扣的啊，或者是有些 voucher 等等的。那说到使用电子钱包确实是很方便，不过呢大马网络安全机构密码学就是他们这个密码学的开发主任，对对对对，他这个他的名字叫做哈斯林，他就强烈的建议在使用电子钱包转账或是交易的时候，不要去连接公共的这个网络，就是 public wifi， 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的 data 就好，以避免电子钱包户口的资料泄露出去。他要解释啊，当民众在公共的这个场所使用公共 wifi 的时候，就会有骇客入侵手机的这个风险。例如说民众在机场连接这个公用的 wifi， 骇客就会去仿造这个 wifi 的名字，让你在不经意的时候
点了骇客所提供的网络，你以为你点的是当局的，结果是骇客的，是他取一个名字很像的，那你不知道吗？所以为了加强手机安全呢，哈斯林他就建议用户必须为手机设定密码，而且是要跟电子钱包的密码是不一样的，就可能是增加那个骇客的通道，就阻碍他多一道，就多一道门槛这样子啦。另外呢，看到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有提醒大家要小心的去提防最近日益猖獗的诈骗电话短讯。当局的文告指出呢，民众在收到来自陌生号码的短讯的时候哈，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千万不要去点击短讯里头提供的链接，以免呢你在不知情之下安装了任何的恶意软件，就是 malware， 让你成为了下一个诈骗圈套的受害者。当局也强调，其实你可以不用回复这些短讯，但是如果你要报警的话呢，你是需要截图有关的短讯作为证据，但是就是千万不要去点 link 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接着我们就来换个焦点，来看一下这个鸡肉的情况。农业及食品工业部就宣布，政府决定特别批准出口一些产品，包括有色鸡肉，例如干榜鸡还有这个乌鸡。至于商业鸡肉、全鸡、鸡肉块还有日龄小鸡呢，依然是禁止出口的。事关昨天的时候，在新加坡那边的一些业者就已经传出我们这里开始局部解禁了嘛。那今天当局就是有一个官方的回应，当局就强调违例者可以被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或是坐牢不超过6个月，或是两者兼施。那看到我们的这个干崩鸡啊还有乌鸡啊重新在新加坡的市场出现，有民众啊就可能是会担心说，会不会随时又再没有呢，直接一口气买了8只的干崩鸡回家囤货。那根据巴世界新闻网的报道呢，新加坡巴沙现在卖的新鲜干榜鸡售价介于每公斤11到12新元，大约就是35令吉到38令吉。但业者相信，其实这个价格还会再涨的，因为货源根本就不够。但不只是新加坡那边的鸡涨价，我们这边当然也一样嘛，之前也跟大家跟进过。不过呢，登嘉楼贸销局那边发现到一个新的东西哈，州内有一些鸡农私下向批发商争取额外的费用，所以才会导致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暴涨。而这些额外费用是什么呢？每公斤70仙的抓鸡费。之前就讲说那个斩鸡费，现在还有一个抓鸡费。那登州的贸销局就认为，其实政府之前都已经为鸡农提供特别补贴了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那不管怎样啦，我们昨天还是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值得举国一起去欢庆 的。大马国家足球队马来亚虎昨天晚上在亚洲杯入选赛一组收官战，以4-1大胜孟加拉队，是踢进亚洲杯的决赛圈。这是时隔43年，我们第一次通过入选赛晋级的。之前有一次我们是晋级，但是因为我们是东道主，我们虽然踢输了，但是就以一个东道主的身份晋级。应该是07年的时候发生的。那首相伊斯曼沙比里昨天晚上是有亲自去到五吉加里尔国家体育馆的现场支持马来亚虎的。在成功进入决赛圈之后呢，首相有在脸书那边发文祝贺，结果这个po文就引起许多网民留言，大家就是纷纷要求要一天的特价。这好像每一次有些赛事有什么好成绩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要求。我是觉得说，你就等踢了个冠军的话，可能要求的会比较有底气啊。不管讲了，说到这一次的赛事呢，其实发生了不少的插曲哈，像过去几天我们也跟大家跟进过，包括这个球场发生的事情啦。而其中呢，大马队在过去周末亚洲杯入选赛第三圈一组第二轮对垒巴黎的时候呢，我们1-2败阵嘛。当时青体部长阿莫菲沙就说，是因为现场的观众欢呼声太大太吵了，导致球员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们就错过了进球时机就输了。这一番言论马上就引起网民们的这个不满。不过事后呢，就像昨天他就一改日前的态度了，他就将马来亚虎昨天晚上的胜利归功于球迷们的欢呼声。哇哦，我是觉得他的感受，我给他给我感受就是，哦，成也球迷，败也球迷，输球是球迷，赢球你还是球迷呢。社区牵线，就是我们觉得说一人一次就补回来了哈，补回来，没事了。好了，我们来看一则非常就是很正面的一则新闻，就是非常鼓舞大家人心的。过去的星期天呢，在怡保那边就有一场角色扮演 cosplay 活动，有一名扮成 Ultraman 的无裔男子呢，他是直接爆红了。其实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圆润的身形成为全场焦点，就有人说，哎，这跟我想象中的 Ultraman 的身形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呢，不断的有路人想要跟他合作。
罩啦。而在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非常可爱哦，他时而就比赛卖萌啦，然后又卖力挥拳啦等等，他整个表现是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跟鼓励。而不只是在现场引起这个大家关注，事后有人将他表演的视频啊还有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就引发很多很多人留言，但是是有两极的声音的。大部分人都称赞他勇气可嘉，又说哇这个表演真的是很认真很可爱，不过也有人就攻击还有嘲笑他的身形。这名男子名字叫做 Ash， 他告诉星洲日报，他在活动之后第二天突然间发现到自己表演照片就在网上是疯传的，一些帖文下面的网民就留言嘲讽他的身材，不过呢他觉得更多是去支援他的人，这让他非常的感动。他就认为呢，热衷于自己兴趣的角色扮演是没有错的，也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呢，所以他不会把那些负评放在心上，反而是会把所有留言当成是一种鼓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正面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选就好像半杯水，是应半杯满还是半杯空呢？这样多的那个留言，你就记得那一些好的留言，就去 ignore 那些不好的留言吧。现在 vote， 而且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的，你自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你做的是不是对的，你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吧。就好像讲嘛，他其实没有伤害任何人啊。对啊，那就好了。对，但是大家就选择伤害他，这样就是不应该了哈。好了，现在 vote 呢，我们要问大家的是关于电子钱包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电子钱包呢？我看到我们的留言区很可爱啊，有些人会直接给我一个年份，几年他清楚的知道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开始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投选结果，其实 59% 的朋友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在使用电子钱包了，32%的朋友是疫情间开始用，而8%的朋友是到现在都没有在用电子钱包。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至今都还没有使用的，我应该是确定说它会比较少的，但是没有想到还是真的是有，真的是到现在都没有哎。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有的，像我的父母可能哦，对，我在怀疑说都没有看他们有用，或许是长辈，或者是这个手机可能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怎么样的，但还是有。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留言哦。有些人刚才说给我一个明确日期的，有一个人说他是2019年的，不知道哪一个月份开始使用，怎么会这么明确的记得是哪一年哪一个年份呢？可是印象深刻吧？那看到 Punway 他就说 MCO 的时候才开始使用的，无忌说有。优惠才用，没有优惠就用现金，这个比较像是我之前就一开始使用电子钱包，疫情前的时候，但疫情之间好像好多地方都开始可以 scan 了，所以大家都会开始使用。我觉得很多朋友就好像 Lim Tech Chow 他就说是因为叫车的时候，但是叫车服务嘛才用，那其他电子钱包偶尔就会用。我应该是那个时候被迫，因为你要叫车嘛，所以就用了那一个 app。 那之后呢，反正里面都还有钱，就可以顺便去滴滴一下了。或者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商家也都是鼓励无现金消费，所以没有这个信用卡的朋友可能就会用电子钱包啦。好啦，那针对这个课题，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留言的话，去到我们988官方 Facebook那边跟大家一起去讨论。那今天的新闻线就到这里结束，我是湘君，我是新甲新瑞，明天继续聊。你知道吗？